创意理财尽在运通。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那当然台股啊，今天反映这个美股啊，这个三大指数大涨哦，所以说今天的一个台股啊大涨了155点啊，加权指数啊也再创一个所谓的波段的一个新高哈。我相信你如果说长期啊，这个锁定啊这个严老师的节目啊，我相信前面讲的跟现在验证的啊，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哈，啊完全是一致的。但是投资人现在不敢进场啊，为什么他不敢进场？他认为这个大盘涨太多了，啊，他也没有把握说他去买的股票，一买下去就会跟严老师的股票一样，啊，很强，啊，会一直涨一直涨，啊，但是我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其实很重要哈，大盘不管它再怎么涨，还是有人赔钱，啊，看错方向的，买错股票的，啊，找错人的，啊，这三类。啊，都是失败的一个根源。那行情如果说是下跌，啊，当然还是有些股票，啊，它能够逆势大涨，啊，你除了，啊，要把资金转到这些逆势股以外，啊，你资金可能就是要把它缩小一点，啊，这样子操作起来的话，啊，不管是下跌也好，上涨也好，啊，都有获利的一个机会了哈。所以说我这边还是要奉劝啊，我们台股的一个投资人啊。对于行情不要太自己有意见，你们的意见我都听到了，你口袋里面有没有赚钱，我认为是可以检验啊这个投资朋友们现在他的操作上面的一个好还是坏，如人饮水啦，冷暖自知啦。那当然最近的一个天气啊，你去看早上起来可能是大太阳，到了晚上以后就开始变冷了，那当然，你这个有心血管疾病的哈，可能跟严老师一样啊，严老师有啊，那可能就要注意啊自己的身体，注意保暖啊，因为温差很大，啊温差很大啊，这个地方身体上面要自己保养哈。那当然啊，这个看老师节目的哈，有很多是长辈，啊年纪可能是啊对比较年长的一些长辈的话啊，他们在股票市场里面哈，就是啊每天呐啊就是这赚钱赔钱赚钱。赔钱啊，到了最后，可能啊还是不如预期啦。好，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把自己的问题啊，把它找出来哈。其实人呐、啊，人这个动物啊，哈，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说自我检讨，啊，自我检讨。我最近看到有个分析师啊，自我检讨还不错，啊，还不错，啊，至少他有改进的，态度上面有改进，观念上面有改变。啊，那我也不要讲说是哪一位了哈，严老师也祝他成功啊，因为他有改变嘛。啊，这个人啊，要随着年龄啊成熟啊，啊，你做人处事啊要越来越成熟啊，不要一昧的啊以自己为主张，甚至说以自我主张去看这个大盘，哎，他看这个大盘怎么看都是空啊，对不对？你看到任何人都是贼嘛，是吧？我觉得这种看法真的是匪夷所思啊！哈，代表可能是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哦。严老师虽然说是小时候我们家是住花莲呐，哦花莲呐，啊应该是凤林呐、啊、还是吉安呐、啊，对，就是花莲港旁边那边，对对，晚上都没有路灯的啦，家里面也是真的是很贫穷啊，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还是会秉持着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自己的人生。啊，那一直到我现在目前为止，我坐在这个所谓的电视机前面，啊，这个解盘也好，讲股票也好，我都非常的谦虚。我认为任何人，啊，他对不对？只要在股票市场上面有学习的机会，观念能够正确，啊，应该都有机会成功啦，好不好？啊，跟大家稍微的闲话家常一下，好不好？来，啊。我相信我这张字卡真的秀的时间真的很久了啊，我一直都不愿意去变动它了，因为严老师认为最近行情就是在这边啊，那当然今天加权指数上涨155嘛，可能在这边啊，
哦，可能过一两天涨上去了，它又下来了嘛。你把这一块处理好，财富啊会重分配。好，但是我们时间往前面推啦，啊，这个下跌的时候反而是转折嘛，下跌的时候啊，哎，在这边呢、啊、反而是转折啦。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啦。好，那当然我们今天有两通简讯啊，我们会在我们的运通财经台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第一个观念是股票有买有卖，第二个啊，这股票还没有涨完啊，你不用乱买，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通简讯哈，来，第一通简讯来啊，两级会员来，尊龙的跟清代的哈，今天早上11点啊，11点啊，我们这档股票定价187块。定价187块，上下三档哈，卖得出去了哈，获利多少钱？哎，我们写得很清楚啊，19块。我也不知道说你是要算赚几块，还是要算趴数啦，啊，所以说我现在啊，我尽量的就是说，我这边赚多少钱，我给你写在这边，啊，你在看节目对不对？看到自己的会员等级嘛，看到对不对？老师发给你的简讯嘛，你来对一下，来除一下，来加一下，来减一下，好不好？啊，获利17块，啊，趴数是9%，我们先做一个获利了结，因为今天加权指数再创波段新高，有些股票啊，我认为，啊，先做一个获利，把它放口袋，啊，你讲17块，多不多？还好啦，17块嘛，一张就17000嘛，你买10张啦，一般人绝对可以买10张啦，买10张的话17万，啊，心情上面有没有好一点？有啦哈。17万，钱不多啦，啊，钱不多啦，真的，你说10张17万很多吗？这是严老师的诚意，好不好？你支持严老师，严老师就支持你。那下一通简讯就更不得了了，它代表什么？它代表说今天很多股票都在涨停板，因为今天涨停板家数有32家，其中老师也有这档股票，啊，但是我给大家呈现的是怎么样？不要卖。啊，这个地方判断力非常重要哈。如果说你有锁定老师的频道，你有了解我们的简讯的内容，你会发现老师很少说去做加码的动作。这第一个，第二个，我那股票不会说出一半，出1/3、1/2、1/2。你的判断力如果是正确的话，就会跟严老师一样嘛。我们全部定价获利了结嘛，我们把资金抽出来，我们再去做下一档股票嘛，出一半没有意义啦。我觉得那个判断力真的是很差啦，当然还是有很多分析师跟你讲，哎，底部布局，哎，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哦，底部布局哦，但是他有没有跟你讲，他的股票买在底部他不会动，很好笑对不对？严老师这档股票买在底部会动啊，他会赚钱啊，他会喷啊，你买这种股票才有用嘛，哎，涨停板没有什么嘛，来给你看一下，来，清代会员的哈。来，导播拉近，这档股票涨多少？告诉严老师，220块，会不会觉得很吓客？你们的老师在胸口碎大石，每天表演啊，这个赚5块，啊，那个赚8块，哦，我加起来哈，我这一个礼拜可以赚多少钱？有没有跟严老师一样有尬死？啊？今天涨220块啊，这叫尬死，知道不？爱 OJ 啦，不要每次3块5块的跟人家秀什么啊？220块啊，没有卖哦，没有卖哦，持股续报哦啊，恭喜啊，好不好？恭喜了哈、哦！你可能参加了严老师这个会员等级的哈、哦，你没有想到说会有这种简讯跑出来啊，你可能想都想不到。你有想象到吗？这个叫时机财，时机啦，你知道吗？时机对了哈，什么都对，啊，找对人啊，什么都好做。你找错人啊，我相信你啊，瞎子吃馄饨啊，心里面很有数了哈。我袂讲我自己盖稿啊，我只是尽我分析师的一个本分。我看到台面上面，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很好的股票。啊，尤其是今天我看到很多好的股票，我就会开始底部开始重压买未来会喷的股票，啊，
如果说你今天看到这节目，你愿意来试一下，那 OK， 好吧？我们等一下也会开放啦，好不好？不然老是在严老师的 LINE 里面 Telegram 告诉严老师，老师我没赚钱，老师我没赚钱，你挑不到股票，你当然赚不到钱嘛。啊，你挑这支嘞？啊，这支股票我们手中有哦，我先讲哦，我们不会去讲那手中没有的，好不好？这上个礼拜五啊，就拉涨停板，啊，底喷是吧？啊，来底喷，到底有没有喷啊？有没有喷？来，啊，老师啊，这尾盘啊喷上去了，两天最少可以涨到18%，啊，这是我们会员手中有的股票。好，那至于说底部布局啊，我们现在开始做新的股票了，旧的股票有时候我们该卖我们就卖了，好不好？好，该卖就卖了，就像这档股票一样嘛，对不对？该卖我就卖了，好不好？我们现在开始要找一些新的股票来做哈，来这档股票来参考一下好不好？开盘价 164.5， 绝对可以上车，9:30就拉涨停了，啊，对不对？啊，这档股票也是一样，哎，开盘还开得低低的，99块，对吧？直接拉，直接拉，啊，这档股票比较适合你啦。你就想想老师有没有那低价的，是不是？啊，老师啊，啊，你这三只都很漂亮，一只，啊，两只，这个三只，啊，明天到底会涨哪一只？啊，你就不要问那么多。看到简讯，老师扣给你是哪一只，你就买哪一只就对了啦。啊，今天大涨的是什么？光学镜头，光学镜头今天啊上涨的股票，包含嘉麟啊，包含这亚光啊、大力光啊、阳明光再创波段新高，先进光两天两根涨停板，对不对？好，那被动元件今天什么啊？凯美在涨了，对不对？国巨准备要创新高的，华新科今天涨的也不错。好，要注意的哈，多头格局里面啊，其实啊，类股轮动啊，这个每个人都会讲，啊，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涨什么啦，老师告诉你啊，电子股是主流，没有跑掉，航运类股会慢慢垫高 ，OK， 啊，最近会涨的好不好？光学镜头，啊，为什么今天大力光有利空消息，股价可以拉到涨停板？我相信这些电台的这些分析师都讲不出来嘛，我直接告诉你啊，他跟你讲说我大力光业绩不好的时候啊，他已经反应过了，他吃货已经吃饱了，吃饱以后就涨上去了，就那么简单啊。老师的基本面跟消息面哦，跟电台播哦不同呢，怎么会一样？如果他今天暴利多啊，他停在那边给你买哦，不可能啦，你知道他今天暴利空啊，股价冲上去了，你就发现了 啊中招了，对不对？你就买那一份报纸20块嘛，你们老师也是一直拿报纸给你看嘛，对不对？先进光能不能先买啦？我问你啦，当然可以啊。老师啊，这涨太多了，哈哈，听你在讲嘞。今天呢、啊、又涨到108块啊，是不是？未来会不会涨啊？你慢慢看呢、啊，我先讲哦。你不要说老师啊，这两天两根涨停板的哦，这个未来可能涨不动了哈、哦。你拉回你看看，你看看啦、啊，好不好？啊，今天涨最多是谁？啊，当然是大力光嘛。大力光今天涨多少？200多块。大力光开盘价多少？228，哎，228点啊，这个2285块钱。老师，你有没有做？我当然有做啦。严老师没有做大地光啊，我下台一鞠躬啦，这样子讲比较快啦，好不好？啊，你有没有做？你有做，你告诉我啊，你拿证据给我看啊。啊，我这边我就跟你讲，我简讯有，我绝对有带我的会员做，目前为止持股续报。啊，目前为止持股续报。啊，什么时候卖？我不会告诉你啦，我不会告诉你啦。你们每天都喜欢那边看节目啊，那边对不对？看老师那个黄标会不会掉下来啊？有出息一点啦、啊、好不好？自己找好不好？好，但是你找不到的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帮你，好不好？我说帮，我就一定帮啊，因为我非常坚持啦哈。股票市场里面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对啊，
也许你自己会找人，啊，你会去绕狼，你知道吗？那你也会说你自己会找股票，那我要恭喜你啊，对，那你就是个行家嘛。那如果说你选股票功力太差了，也没有什么亲家兵，又给你倒三缸，对不对？啊，来找我没关系，好不好？林群，来，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啊，老师你有没有？啊，我有没有是吧？来，我拿简讯给你看好不好？这是三月一号的简讯啊，我在我没有卖，我到今天为止我一样没有卖。你们不要每天看节目啊，老师你卖了没？我卖不卖不关你屁事啊，是吧？我只要告诉我的会员，我要去探几年啦，人家缴会费有赚钱，哎，老师就过关了，很简单，宝盛光学来。啊，涨太多了是吧？要不要卖一下？要哈，来盛品今天再创波段新高，来盛品，来6556，来有没有？啊，随便卖，青菜杯啦，龙探吉啦，会员有没有？看这边，上个礼拜五的啊，我说会员有是吧？我今天拿证据给你看好不好？涨停买多少？16块，来看这边。16块涨停板，16块持股续报，要卖会通知，啊，搞不好我今天就通知你的嘛。你要是严老师会员，我才会通知你啊。你不是会员，那我要通知什么？老师，这个涨完没有？我认为还没有啦。啊，我认为还没有啦。那你认为呢？啊，你认为啦？啊，老师，金红怎么样？不错啊。老师，你有没有做？我有错啦。啊。礼拜五再创破单新高，对不对？来挂家，来挂家啦，我都给你看啦，有用吗？没有用，你还是一样赚不到钱啊。那不如啦，我开放好不好？我现在开放让你来跟单啦，啊，老师我不要跟单，我要跟你同步，同步也 OK 啊，四个字，大家一起来，呵呵，共襄盛举，好不好？啊，那当然我们今天啦，这个台股真的也涨太多了哈，嗯，那这几天可能会小拉回了，好不好？我准备了一档股票哈，那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好不好？啊，三开头的八结尾的，啊，三开头八结尾的电子股，啊，真正从底部现在才刚刚要开始涨的股票，你要不要？你的回答如果是要，你如果说心里面是想赚钱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达成共识了，要不要先赚？要哈，好，全线开放，好不好？电话赶快拨 ，LINE 赶快加，那就今天一天，严老师直接开放给大家哈，过了今天就没有了哈。先恭喜好不好？大力光来，我们的会员亮灯涨停板，啊，这个嘛是亮灯涨停板的哈，啊，那下一档标股好不好？下一档标股三月份。啊，底部起涨会狂飙的股票在这边，就在这边。好，你还没有扫描的，你直接扫描啦，好不好？扫描以后记得哈，不要跟别人讲，啊，留下姓名、联络方式就可以了哈。拨电话最快，老师啊，我拨电话的话，发动点会被通知，会通知，直接通知。今天啊，严老师啊，最大诚意了哈，好，看清楚了哈，只有今天买一送三。只有今天买一送三，啊，买一送三了哈，就只有今天哦。你错过今天，你就再等一年，好不好？老师最大诚意，今天买一送三，好好把握。先进一段广告。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手机扫描 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24小时帮您解盘。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
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爸爸，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因为我们是知道啊。哦，我懂了，对方是干道，不管直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没错，只要设有停让标志、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应让干道车先行。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志呢？那就进入路口时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车道数相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两边都直行，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知道让干道，安全最有道。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节目的一个重点，我必须要告诉你，之前没有涨的股票从今天开始，未来的话都会喷上去，所以说现在还是有很多目前为止 在底部的，比如说像光学镜头，对不对？大力光、亚光、嘉陵，你不要认为说今天涨停板它还在底部，但是你不用去追它了。那如果说光学镜头再加什么被动元件，那电子股就很强哦，哈！我一直跟大家讲，电子股是主流，我有没有讲错？贵买指数加上电子股会大涨，有没有错？航运类股今天创新高，对不对？拉回一样早买一点，你都可以慢慢验证啊。但是我希望怎么样？希望你是有动作，好不好？你没有动作，真的对你没有帮助啊。现在大盘为什么会涨那么多？嘎空手，嘎空头，空单还有多少？还有50几万张还没补，空手的人更多，这个就是台股的一个悲哀啊！这么好赚钱的机会，这么多的老师在恐吓你 ，FED、鲍尔，对不对？川普那胡说八道一大堆。今天加权指数再创波段新高，你不觉得你把人家害死啊？有这么多档标股来劫，你随便买就随便赚，有没有？大力光我怎么这个联发科我怎么跟你说的？拉回早买点，拭目以待。你有没有觉得很后悔？这个也会动哦，你不要认为说这个金策不会动哦，老师创伟哦，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再创波段，那又怎么样嘛？涨完了没有？没有涨完你就爆到底啊！老师，环球金快动了，你又知道了，你又知道了，你自己不会做，你来找我啦。就像当时我跟你讲国巨啦，没有人要相信啦，我也跟你讲普瑞 KY 啦，你说老师啊，没影没影呀，500到1000呢，CDKY 也是一样啊，对不对？老师啊，未来会不会换这一支啊？大支小支都会涨，小支看这个啦，雷虎啦，雷虎今天有没有再创波段新高啦？有没有啦？你不做雷虎的话，你也做虎门呐，都是有老虎的，老师你有没有做？我有做啊，我给你看好不好？我给你看好不好？不要说老师你都看波，股票市场里面啊，这水很深啊，我只能这样子跟你讲，你要的就是赚钱，你要的就是你能够从股票市场里面获利，能够改善自己的经济，能够让你的经济怎么样独立嘛，对不对？你做不到的我来帮你做好不好？有没有像这种的啊 ？Otolo 你想想 ，Otolo 你想想，大力光。我先讲，我们会员有哦，你不要说我们会员没有哦。我先讲哦，我拿出证据给你看哦。这个清代会员今天涨停板，老师也恭喜你，好不好？下一支股票三开头的，八结尾的，真正底部会开始起涨，
我们来打赌未来会不会翻倍，好不好？啊，你要做这档股票的，今天不用客气啦 ，Kiki 你假别丢啦，好不好？直接扫描，股票就在里面，股票就在里面，发动点我们会通知。你今天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好不好？我们一对一，严老师直接跟你沟通。只有今天啦，你电话拨通的话，严老师等一下回办公室啊，我们一对一，老师直接跟你沟通一下哈。那我老师今天最大诚意，啊，不要说老师没有打折哦，我先讲哦，只有今天一加三。错过了今天，你就等一年，买一送三，好好把握。我们明天见。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我们只是社会一粒螺丝仔囝，不过只要吃螺丝锁不完，较大个气卖放盘袂轻重。所以，阮万行照起工，用新粉甲汗水，把大家生活舒适过安全。你会当唔知影阮的名，不过请你也记得阮的付出甲拍拼。啊，若开力，阮瓦库刷工了后一杯啊玻璃达，明仔载开力。人民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订阅台股好事多，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机在手，走到哪儿看到哪儿。 YouTube 每周产业分析，专业分析师。